人人付出一点点就能成就大爱，拥抱苍生，受热带气旋重创的东非，受灾乡亲的家园等待重建，需要更多善的力量，让他们更认识说大爱处境，我们有福的人，我们一定都要付出。高雄慈济志工举办木心木爱音乐会，大家都来共襄盛举，珠宝、衣服、包包都要化作爱心。有缘的人，我就跟大家就是让他们有做爱心的机会。幸福的人没有忘记苦难的人，大家沉浸在爱的音乐中，想助人的心一一涌现。啊，真正非洲的人啊，真正是可怜。啊，咱会当一只吼，多加遮尼舒适吼，咱一只咧消耗吼。透过各个管道，能够去帮助他们，然后让这个世界可以更加的幸福。在爱的川流里，爱是苦难乡亲唯一的希望。大家举手摇摆，动作一致，信念一致，要把爱串流起来。就是他们赶快修复起来。一家人和大家共同一起生活。大爱新闻派张瑞平高雄报道。